劳基法修正案进入实质审查，民进党团力拼完成初审，在野早已放话阻挡到底。20日才霸占主席台发言11小时的徐永明故技重施。委员会加起来就30个人，这边有30个座位吗？你当给主席当什么的？你当然是开会的时候大家平常有30个人。站在主席台前，跟国民党立委一同吵着要换会议室，因为卫环委员会空间太小，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立委。麻烦把座位让给委员，谢谢。民进党团对时代力量唯命是从，就怕他们抓到辫子又马拉松发言。但位子瞧好了，徐永明依旧在程序发言，要求换会议室空间。主席，如果真的大家都觉得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会移到经济委员会红楼101那边去开？徐委，你要不要先回座？我回答。你要不要先处理？你先回座，我回答。不要担心嘛。你礼拜一站了11个小时，哎、欸。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我意思说你之前。行，你凭什么说我意气用事？好大，我们好怕。徐永明跟招委对骂，国民党立委不时在底下帮腔。徐永明在台上撑着，国民党立委也不急着上台。你当主席，你先处理会议现场吧。现在正在处理，所以请上来。你处理这样处理呀、啊？韩国就过了。最后僵持不下，决定先休息更换会议空间。环宇新闻严俊强、黄运成台北报道。